破情资，发现有诈欺集团从事招募人头账户供诈欺洗钱之用，经报请台湾台中地方检察署汤谷检察官钟祖生指挥侦办，发现该犯罪集团于网络上以每个账户新台币10万至15万元之价格收购，并标榜不共车资方式招募人头账户，是被害人联系该集团面交名下账户时，即在招待往旅馆内控制拘禁，并强行登录网络转账功能。调查期间，发现有人头因不愿配合绑定约定账户而遭该集团杨姓主权帅成员以正爆枪及辣椒水殴打凌虐后，再以4万元之代价贩售给另案遭弃货之科信犯险所属旗下集团控制。所幸被害人警方临检旅馆时，借机脱困，才幸免于难。